大家好，这里是布鲁克林86街。这里也有卖裤子。在吹水。你来过哪？这里是86街23大道。哦，前面就是超市了。这些老外水果都是算磅的，每磅9.9。这家水果店你看，不小啊。这条街也是广东人居多啊。哇，这个很便宜啊。这里摆街也是摆出来的。趁着琪琪不在，我到琪琪的地盘去蒸饭吃。最后三天了、啊，景德镇，那、啊、景德镇陶瓷，最后三天，那、啊、最后三天啊，逐月到期，下个礼拜来还是最后三天。哇，真的太多人了。人山人海，你看。生意滔滔的八大86街，不是八大道，我都搞晕了。哇，这不吃，在车里面卖花，你看。这很方法很好啊，不用交租，在这里卖就好了。这家又是水果店，这家水果店是华人的，欧江，太多人了吧？你看里面挤得水泄不通，华人、外族人，哪里人都有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你看。比法拉正还拥挤，地铁来了，很潮啊！哇，这么多圣诞树，嗯，太好看了，哇，圣诞节来了，太多好看的。这家是什么超市啊？这家是万丰超市。整条街都给他霸了。太吓人了。哇，今天怎么人那么多啊？这家生荣行也是站满了人的里面。万昌超市，厉害厉害厉害。这里有一家老外店，哦，不是老外店，荣城。你看圣诞树，这里可能老外顾客比较多嘛，买这些。靠华人买就惨了，可能。哇，劳力士在外面卖啊，你看。好多人哦，那街上好多人啊。399啊，摩托车，电动摩托车。
这里又有卖裤子的。琪琪不知道回来了没有。对面没有那么忙了，只有这里。这一边的话可能是超市比较多。这些人在等啥？等什么呀？第一车地铁站。这一边的话就宽很多啦，你看，是吧？老外商店啊，不摆出来，呵呵。有没有这个袋买啊？皮啊皮啊，没啊？你买的不是皮啊嘛？全美国第一家云吞面，你看，哎，云吞面，哎呀，里面还挺多人的哦。这里呢，一直下去都是有商业区的，有华人的商业区，但是我就不走那么远了。对面那家港饮港食为什么没开呢？老虎堂啊，水族馆，这里有家麻辣烫啊，这条街还有名牌店呢 ，Gap。老鸭粉丝汤没开门呢，啊，到对面去，吵死人，慢一秒都不行。美国的建设真的太旧了，你看都没油漆的，通通气的掉下来了。这一边的话老外店比较多，左边就都是中国人的商店。哦，这家也是华人，据说这家烧腊很好吃的，好吃鲜。这家宫阙，哎，怎么没人啊？今天基本上很好生意啊。这家也是卖圣诞节的 decoration， 这家卖古玩的。大众超市，华人呢就是说要住在方便的地方，有地铁，靠近地铁就可以了。
这家是越南扣洗。很多人往回走啊，前面有什么东西好看啊？去香港的话，大吉大利啊，盛荣行。这里好宽哦，这里的走赛博。这家夫妻档是马来餐，我今天吃饱了，要不然进去吃。哇，很多品种啊，海南鸡饭呢、啊，家里牛肉饭呢、啊，家里米线，酿豆腐。这里呢？你那时候是自己发的，不重要吗？哇，很多串烧啊。炒粿条，马来炒米粉。哇，这部什么车？太漂亮了。越南餐。华丰真的挺厉害啊。华丰集团的真的挺厉害，你看哪里都有他的店。这就是美国华侨的生活了，其实住哪里都是一样哦，主要是习惯。如果现在叫我搬来这里住，我肯定不习惯。猫山王，这是新鲜吗？呢、这个卅几蚊？呢、这个卅几蚊啊？一般系三磅两咁咯。哦，卅几蚊。六十五蚊好嘛？六十条五蚊，我一条够啦。嚟，边个嚟啊？嗱，呢个物，我呢度有啦。边度有？啊？你急冻噶系嘛？新鲜急冻，唔慢慢翻嚟噶，新鲜噶嘛？新鲜噶系嘛？唔新鲜噶咧。佢系未空运翻嚟噶，呢、啊這个都未解冻嗰只啊，都未解冻，佢入边仲有个纸包装噶。咁呢只有冇解冻啊？未解冻啊，你要翻屋企放一下，一下就解咗冻噶啦。系啊，嗱呢个大个啲。哦。呢、這个几钱啊？我称下佢。系啊，真系好食，佢好滑噶。你唔系真得噶？佢好滑嘅。几磅啊？呢个五磅几啦？五十三蚊半。接啦，好近啫嘛，系啦。几多钱？26.5。冇得平啲嘅咩？平几毫子？45.5系嘛？嗯。你边度人啊？哥。去生意。咁似讲越南音嘅，大姐讲。边度人啊？越南啊？唔系贵啊。你越南人啊？马拉人。马拉，哎、嗯，马拉啱啊！唔系马拉人都唔会买啊。系啊系啊。系啊，我知啊，我知。系啊。不过平啊，9.9。系啊。呢个唔系12-13噶嘛？十几蚊噶人，一米二。买一粒榴莲，53.5，准备撤了。出来啊，当然要消费一点，要不然白来了。